我有买一台电脑。嗯哼，你买了一台新电脑。对，但是因为我那台可以用啊，我朋友刚好有需要、嗯，我就借他用。你把旧的借的？不要新的借他用。嗯、因为我旧的这台用很习惯。啊，我那个新的是因为是政府补助的啦，啊，不补助白不补助就没有就没了、啊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可是我其实还用不到，所以我想说啊，他有需要我就借他用。那现在我自己有需要，我就只有把它拿回来吧。所以你把新的拿回来的？还没，他这几天会拿给我。因为我想说，有东西有需要的人用就好，可是我自己有需要，我也不可能说我自己不用，然后把那个给别人用。啊，但是我们自己有的用，那就没有差，对啊。那你可以把旧的借给他吗？啊，但是我旧的就是真的比较旧了。那他是怎样？他是视障的吗？他也不是正常的。那他。可以看得出来怎么用啊？可以啊，他也顺便帮我弄。可是最主要，他用新的是因为那个速度的问题。嗯、我那个是十年，大概九十二年的，九年十年了，就我来用还可以，可是在他们来用不行了。就是我是用文字文书啊，他要图像的就不够。你知道文书跟图像的差别吗？差太远。对啊，我是文书出，因为我们图对我没意义啊。他 3D 动画图像那些他要用啊。所以我才会把新的借他，因为文字的那个需要的那个等级比较低啊，对啊，我几乎就用文字那个怎么那个文字总管那一类的记事本啊，他 Word 啦，他就没了。你要过来吗？对，我要坐那个下车。那我要过去吗？可以。好。好的吗？我看了一下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书啊，我那个一本是疼痛方面的。是嘛？他一本是瑜伽的知识，那我觉得先把那个，因为那个疼痛的那个知识比较简单，就是我们任何人你看了就会做。好啊，这样很好啊。但是瑜伽那个就是那个动作比较复杂，复杂，而且拉到的拉的筋拉的比较多，这样拉的比较完整，拉的比较。拉的比较多了。好。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先把那个简单的，就是疼痛的那个部分。他讲疼痛的那个，我觉得那个是等于是一个初阶了。因为你任何人看的那个，你都会做。好。不需要有别的，就是很平常的人都可以做，只要你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人都可以做。那那个另外那本瑜伽的，讲那个瑜伽体位的那个，就动作就比较高级，复杂。你是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礼拜天。就明天啊？对，还有礼拜一。你本来说礼拜三、礼拜五，现在变礼拜一。就是因为礼拜一我会过来嘛。我本来是十一月礼拜一还要指定课啊。我十二月都取消了。不过这个礼拜三哈、下个礼拜三我不行。我们十二月五号有个爱盲日，台北市的全部的视障都要聚会。我们有一个聚会了，就每年固定十二月五号。是台北市的视障者的爱盲日。是年终聚会。大家都要去聚一个会，早上就去了。十点，他是十点报到，然后到下午两点。我是这边做完，我坐十一样坐，我这次就叫富冈车，10:15过去。我跟他讲说我会晚到，大概有600多人会去。我们这边板斗了，
我是十个人一桌，我是第五十五桌，五十五桌乘以十就最少有550啦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我是五十五桌嘛，就550的。你说你十点开始啊？他们十点报到。十点报到。对啊，我跟他讲说，我大概10:45到。在哪里？在林森北路。我就晚点到，我已经跟他们讲了。那是台北市盲人福利那个协进会。那会员有1000多个。今天妈妈的眼睛真的很亮，嗯，还算亮，还算亮。看起来还不错啊，是不是？把我的手机架在这照着我妈妈，你等一下要动的时候告诉我一下，因为你看不到，怕你撞到我的手机啊。你说什么样手机？我的手机放在你的前面，嗯、这里。嗯。所以你等一下要换位置的时候。我会事先跟你喊。哎，你跟我叫一下。的腿本来他的身体都很僵硬，那现在按摩的非常好很多，好很多，哎，好很多。他那个腿哈、啊、本来很硬，啊对呀，嗯，现在按摩一个钟头哎，对呀，是不是？哎，为什么你觉得一个钟头才行？啊，假如我先生按摩，如按摩腿10分钟可以吗？十分钟，那个就只能抓一抓啊，那十分钟不太够，不太够，20分。你要看20分钟的话，大概就小腿这样子，对，两个小腿，两个小腿，欸、对，对呀、啊，只按摩腿就好了，可以啊。大腿呢？这个上面小腿的话，他是坐着还是趴着还是躺着？他是坐、哦。坐着哈、哦，那大腿可能比较不好按到。哦，按到、啊、就给他躺着就按摩嘛。就比较按得到。哦，给他躺着就按摩。对。啊，20分钟一次多少？20分钟我们比较没有这样，我们都是30分钟为一个单位呢。哦，啊，30分钟。30分钟是400块。400块。对。嗯。哎，一次按摩一个钟头，这么久、哦。对。因为他是还有背部啊、脚啊一些的。哦，全身哦。对。哦。因为你要气血循环，就最好是全身。那你单单只做脚，它那个气只到脚这一块，但是你整个身体可能上面就卡住，你就上不去。哦，那一个人最好是说全身都做的时候，气血是全身，不是只有一个部位的。啊，不然这边顺畅了，它上去就卡住啦，卡住一样还是不顺啊。哦。对，嗯。当然要做局部有局部的功效，但是做全身是更好的。对，小心，这是我的哈。
那要翻。哦，你放在那个棉被上面。啊？我说你手机放在棉被上面。不是，放在你后面，正好有一个椅子。哎，我就是放在那个椅子上面。好好。哎。我们要坐。对，你那个椅子上面放了一个，那个粉，那个什么罐子，放了一个罐子。因为那个椅子很矮，放了一个牛奶粉罐，那我的手机就放在那个牛奶粉罐上。脚绷得很紧啊。用梳子帮他梳梳头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多梳。
来。嗯。我们量它。量它。嗯。你东西要不要挪一下？啊，转到。好的。哎，你好，阿兰。哎。怎么了？我要我要吃饭，要睡觉嘞。现在怎么样？我先坐隔壁的那只。好。嗯，先把那只给放下来，先放。好。我要不要帮忙压住什么地方？现在先不用。嗯。但是这个。棉被要拿走，不然脚伸不直。好，我放到前面去。找讲吗？怎么了，爷爷？我叫他来吃饭，他不会讲，他小便。啊。你不会讲，爷爷。不会讲小便。说你现在这个姿势就是把脚，把脚往前板这个动作，是拉到半腱半磨肌。没有，你说小腿还是大腿？你刚刚的脚裸往前。这个没有，那没有拉到那边，是拉到那个跟那个腓肠肌。哦，对，腓肠肌也是。对。它最主要是拉腓肠。没有，他的动作是一只脚，嗯，弯一只脚直，那个直的脚呢，他就把那个脚板往、嗯、往上摆，对，然后他整只脚是直的，对，所以他整只脚都拉到，整只脚是拉，我先拉的时候是半腱半膜，下来的时候让它放松。因为那边很紧嘛，你不能一直拉，这样断断的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本书里面，它是整只脚一起拉。对。然后它就有写到是半腱半膜肌，因为你昨天跟我说，嗯，前天跟我说半腱半膜肌是在那个地方。这边。对，所以我昨天，我今天早上有给他。嗯。哎，要不要把妈妈往上拉一点点？这样会比较。可以啊，那要一起来。好，一二三，二三，好、嗯、，OK。小妈，别乱晃哦，放轻松。好舒服哦。嗯。你就头下去，妈妈，头下去，头下去哦，头下去，头下去。嗯，头下去不用不用抬起来哈，头往下躺。啊，头往后躺，好吧，哎，头往后躺，嗯，
的时候我在看那个书，他就说他一共110几世，他说最好是可以整套哈、啊。酸痛还是瑜伽？哎、啊，酸痛。啊。酸痛有114世指、嗯。他说这个重点呢是要平衡，就是每一个动作都要做。嗯。对，他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，每一个动作都做。他说很多瑜伽老师呢，他以为他哪一个动作做不好，他就一直加强那个动作，反而大姐呀，好，我来压是不是？对，好，来，我过来，来了，我压好了。现在这只脚要放下，比较简单，几分钟就下。嗯。就这只脚，另外一只脚受伤比较严重。这只脚它比较功能很紧。他的手也好很多哎、欸，他原来的手是这样、嗯、这样夹住的，他现在可以松开这样，对。但是现在可以松开了以后，但是他的手还是直的，所以我在想怎么样慢慢让他手也弯。嗯。所以我听他们说这个已经僵直了就很难了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手掌本来都是已经僵了。现在手脚已经能开，所以我觉得假以时日，应该手也可以再弯曲。对，就像他们都认为这脚伸不直，可是慢慢弯了大概10-20分钟，他脚是说可以打直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应该说你现在重点我是都发脚，啊，那手大概也是花这个时间也可以慢慢，可是别人说那时间要很久，对。那我们目标，我们就一次做一个目标，对，一次一个目标啊，不要说啊，手也做，脚也做，时间不够之下，我们只能做我们既定目标，一个目标完成再做另外一个目标。嗯。像小吉跟那个另外一个来，他这次那个僵比较。可以打得很直吗？嗯，小齐没有一，没有特别，没有特别，他另外一个、那个、他也没有特别，就把它弄直，没有特别把它弄直，嗯哼，就是肌肉放松，但他没有去把它做伸展，他们没有特别把它放直，但是他们也有把它弄脚啊。嗯、但是没有像你这样弄到纸、嗯嗯、那不怕不怕对放轻松、啊、放得越轻松越不痛对轻松一点、嗯、其他这边、嗯、这个也有比较软其他很紧张、嗯、你问问看这个有没有像以前那么板那么大块嗯，没有那么大块了对、嗯、可是它还是会想用力但是 还摸得到对里面但是外面已经松了、嗯、已经比较软了、嗯、不好查了我再给我照顾点我看看一下
很想用手去叫我不要动他的脚。江妈妈，放轻松，把你脚弄得更舒服哈、哦。会有点不舒，现在会有点酸痛，等下会好一点。还不错，他手还能动。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反应是好心，最怕是什么都不动。像之前我还弄他都这样痛了，他手不动。现在至少他肯动他的手，我觉得这是好事。啊！有家吗？放轻松。好，家妈妈放轻松哈、哦，来，我们放轻松。那，不怕不怕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哈，没事的哈。爸爸，没事的哈，没事啊，没事哦。那他在，他叫一叫有口水，那口水呢？因为他吞咽的功能已经，他不能吞咽了，所以那个口水呢就把他呛到。看到那个他的那个书里面、书里面有讲到那个书里面有讲到那个脖子就是叫做脖子的运动，那你的舌头，你的颈部，因为我们的舌头的肌肉都在颈部嘛，对，那个会有帮助。因为想着他脚弄好了，就慢慢多做其他的，就要做起来。其他脚能够伸直的话，有很多东西可以做。因为他脖子不动的话，舌头那边，都是一样。那个吞咽的功能就丧失了。因为他如果能脖子能动一动，他就会拉动那个吞咽的肌肉。小妈妈放轻松哈、哦，我把脚弄直，但你脚一直弯的会不舒服哦。小妈妈放轻松哈、哦。